新冠肺炎的疫情是发生在中国，发生在武汉，是的，但是它的源头不等于它的源头也在武汉，没有证据，这是个科学问题。这科学问题跟政治问题是两回事，没有搞清楚以前就随便下结论，我看是不负责任的。所以我现在我自己还不知道源头是在什么地方。